全部人在一起当小布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我们两个输了，你们两个猜拳，那我们两个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最熟，第一个，耶，我是最后一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好，我换了，我换好了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误导我们游戏，我记得我们玩过，玩过啊。我们刚刚正要睡觉的时候，对，就被叫来玩这个，对，不能拒绝，对，太不能拒绝了，家的规则，妈妈那头。惩罚是可以睡觉吗？为什么又换你了？不是换莹姐姐吗？没关系。惩罚是睡觉吗？惩罚可以睡觉。好，我倒了。直接推倒。换甜甜，能换我了吗？怎么那么久啊？好，掉了。正进惩罚。掉一声不行。耶，正进惩罚。全部掉男生呢？真假？阿奶呢？不是换赢吗？对，赢的摇头，没关系。哦，谁放回去？还要放回去，好累哦。不然赢姐姐放。不要边抱怨呢、哦，我现在在拍片。不好意思，不小心抱怨。甜甜在干嘛？啊？在画，你在画口红。哎、欸，掉了，掉了，你要剪。你换你们是不是在抱你小孩啊？没有啊，真的掉，真的掉，真的掉。然后我好大力哦。结束啊！已经棒棒了吧？结束了吗？啊，又问我了。过关就可以睡觉了，过关睡觉，快点，没了不是，没了，睡觉，给姐姐惩罚。好，大家都说想睡觉了，奖励是睡觉，你怎么说呢？给姐姐惩罚，给姐姐惩罚，你都没有玩。一个袋子里面，我们帮你夹，给你拉，请惩罚，惩罚，你要拉还是要夹？要夹，拉。那我们夹，好。我不懂为什么我要被惩罚，因为你没玩。我只不过在帮他睡，哇，好痛啊！我教你，你要远远，你要用助跑的，你要助跑。等一下，他还没夹，他还没夹。哇塞，小丽拉的。哇，其实会痛哎，我不懂为什么我要被惩罚？问号满满的问号，黑人问号。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莹莹要被惩罚。